觉得这家素材比较高的，它整体来讲都分配得很清楚，有不同类型的毛衣的，也都是二手的夹克的，对，也是二手的。我看一下价格吧，这件毛衣是100%羊毛的，然后它的价格是2900，2900的话就是100来块钱。嗯，你会发现就是它的款式什么，我就觉得还不错。啊，是挺好看的啊。就是有认真的在筛选，就是合适的服装。不知道他们二手从哪挑出来的啊？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babe. So I bought this dress to spite you. I'll wear it 'cause I hate you, 'cause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因为这样太挤了，我就远远拍。嗯，价格是1900，120。你看这个飞行员夹克，就是现在你要买还花个4500啊。这多少钱？号称是尾单，6900。也不便宜哦，400多。这种飞行员夹克它是有版的，之前来的时候是夏天，然后都是女生的衣服，现在都是冬天啊，都是男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像这件衣服在淘宝应该也难有，4900，300块钱。对啊，这种其实也不是，这应该不是外套，就是不是平常穿的吧？是参加庙会之类的时候穿的吧？嗯。这是男，应该是男的穿的吧？这么高。嗯，男的。反正这里的衣服都是二手的。之前我来的时候，他那个标签上面是没有价钱的，就写花胡萝卜呀，那个草莓呀。什么意思啊？然后上面贴了很多。标牌，这萝卜是什么价位的？草莓是什么价位的？你看对应那个标牌，它不是说每一件上面都贴价钱，它是做活动。啊，他就是说基本上是二手的，他就整体一个方式，对，用那种方式去卖的，整体有个价格。但是他如果想调的话，直接调胡萝卜或者是那个的价格也可以了，不用每个都改。这件也蛮适合摄影师的呀，摄影师可以穿这件吗？看一下它多少钱。刚才谁说我是 UP 主？4900啊，200多块钱啊，就一件这种，跟你身上的也差不多啊。嗯，这件是440。它样式其实还是真的蛮时髦的。区别就是这是两件，就是二手，我只能有一件。可以，就是买古着，因为它是像牛仔这种，它可能会更好看的，而且款式上很前期，就是不用了。融合了 JK 校园服的一件，啊，这个好看啊，不水手的感觉，收腰的，但是我感觉都是反而是时髦的男生更合适，女生啥？走吧，我们去逛一个女生的衣服吧。走吧，我们去逛。就感觉这一个崭新的时髦的电影是轻，这个课中很轻，所以它的挺度应该不错。但它上面这个地方断裂的特别严重，就是完全会变形的，因为课中太轻了。但有时候他们就愿意要课中轻的，反正课中越贵越。不是一个帽子，它要保持，它其实是有个约定俗成的课中，就行业内大家会知道说，你课中到多少它才会比较好。比较不会变形，那会不会有一些不良商家为了会这份的会就对，你在没有按照你那个约定，你在网上买你是不知道它可能会有些价格便宜，实际上很轻。看一下这件你喜欢的衣服适不适合主持人，它的价格是主持人20块，25块，真的？那也就是说25块的衣服很适合主持人，不是？说的是它的风格，然后它的价钱25块就很适合了，本来不适合。精打细算，我30，让我们学学。
主持人的一个不本来还没定性的，本来还没定性的，这一集以后就定性了。写实就是你的风格。哎，这个，请问这种鞋子也是二手也是？好像还蛮适合女性的呀。你看，嗯，这样我看一下内部结构，它这样拉开。你帮我拿了，这样放东西哦，我在这里还有一层，你看这个包感觉还可以啊，是吧？我叫我肉就挺好。你看，哦，但是它也确实不便宜，17,900，是啊，就是快1000块钱的那个包。看包卖的都不便宜。也是，我觉得我带了一个过年，我们就是过年嘛，我就买了一个。很有圣诞新年气氛的，你觉得这个也合适吗？帽子就算了，我给你搭吧。那个专家，这个帽子专家，来看看我这个。去我那里吧，我们那里有这些，免费送你，不用再买了，帽子就不用买了，要多少我那里都有。对啊，现在如果不贵，很好看吗，各位？玄帽。哦，玄帽。这个红可以砸的一点。它也真的也是二手吗？那我觉得是新的，这不是二手，新的。肯定是新的，那一个款好几件，那能不是新的吗？500。もちろん一点のみでの買い取りやお見積もりのみの購入も可能です。今年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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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这个钱卖的钱1000多少啊，我这个数学白痴，是白的。我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除了不能生活自理，我的数学特别差。那你出差都做什么事情？处理问题，处理突发问题，因为我们搞活动搞推广嘛，经常会有很多突发事件，账目不清楚，不会账目我永远不会，就是我们会请一个 PR 嘛，哦，这是 Fera 的，我们竞品哦，这是我们竞品哦，我们牌子是这个 PS Tuscan 打起广告来的，摄影师给你多嘴巴，来一下，好了，到了名牌区域了，其实这一些啊。这一些啊，包括这一些，哦，不是这一些 ，Coach 是我们的 ，Prada 是我们的竞品，不是，我们未来的工作伙伴。但是呢 ，Prada 是我们的 OEM。看完了，我只想说，你现在是退步了，哦，退步了，你有什么好看的？这个项链，让我来看一下，哎，不是，这个是100，2万。一般香奈儿都是5天往上跳的，二手的5天往上跳。我问这个没有什么。哎呦，你穿什么呀？能不能去把它裤底拿去？去看啊，危险，危险，管这些事儿。这种场景很像是在日本拍片的时候，这种场景。那我们来哪一种类型的片子啊？我们来设计一个场景。就一个女的出来那个倒垃圾，然后门不小心被。这个是非常适合壁咚的地方，大家知道什么叫壁咚吗？这里是 Salting Com， 我们在分享世界，连接世界，期待你的加入。